大家就在这个时间守候在993频道，我依旧是你们的瑞宝。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可以右键屏幕右下方的直播通知我和右键我的名字都有一个小小的关注啊。手机用户是左上角，然后我给大家先跳个舞哈。我叫瑞宝。
好，我继续给大家跳舞哈。点一下我的关注，我叫瑞宝，然后屏幕右下方的直播通知，我和手机用户左上角有一个爱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直播通知我的小勾勾，大家可以勾起来，和又见我的名字，大家都可以点一下哈，我叫瑞宝，还有手机用户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爱心，然后点完之后它会变成紫色，就说明你已经关注我了。然后让大家选一下我下一轮麦序穿的衣服，第一件衣服是一件工字背，
工字背和一条短裤，然后第二件衣服是一条旗袍，青花瓷的旗袍，所以你们想看哪一套衣服就把那个打到公屏上。大家的小礼物，感谢每个兄弟姐妹的频道票，感谢嘟嘟，谢谢，谢大家的棒棒糖，谢大家的帽子。好，那我截一个屏，好，截一个屏，三、二、一，工字牌 ，OK， 好。等一下，我这一轮麦序之后，我还有十五分钟是我的轮麦时间，然后我就会回家直播，所以大家关注我就可以跟我回家，然后我再给大家跳一个舞吧，还有一段时间哈，嗯，麦序时间，然后我等一下再给大家跳舞哈，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叫瑞宝。